室内椰蛋市集专为弱势家庭举办，好吃又好玩，小朋友还可以自己 DIY 创意造型奖饼人。现场除了有管乐四重奏，还有韩国流行舞蹈热力演出，当然也少不了小朋友最喜欢的《冰雪奇缘》主题曲大合唱。这些都是慈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准备的成果，精彩表演绝无冷场。椰蛋老人也来助阵，领到礼物的孩子兴奋地与家长分享，温馨画面融化冷冷十二月天。I feel happy. Toys. I got this toy. What's your toy? Show me. Yeah, you like it? Happy New Year. 我很感谢你给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一个机会。来为这个社会，来这为这个社区，来为各位家庭付出。也希望你们的孩子大了以后，能够加入我们的慈少，跟我们一起来做对社会、对社区有意义的事情。迎接新的一年，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，孩子们的成长路多了一段美好回忆。大爱新闻刘家天、邱品豪，美国报道。